你叫你别往报纸上来，你别往报纸上来，我们在这儿 Harry。你速与白永生离开，这里交给我。Let's go。Go。不是你还有台词呢。我等了你很久啊，终于找到一次合适的机会。快！去去去！好，整理好了，来了。让我再犀利一点。棒！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武侠，来我们连一下，可以，你像杨文之后是这样的吧？对，硬过顶，对，硬，对，这种硬压力，假剑，是，咬这个一定有这个顶啊，谁呀？好，哇，倒地，冲，白小生这时候反应，一会要上前了。他是飞上去了吗？没有，空中斩的，哦，飞了是吧？倒，哇哦，这种反应，要急。就他问完我，然后我没有搭茬，你就想搭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OK。好，进。看，以后龙总如果喜欢你，你也不要因为我们之前欺负我，你也不要因为我们之前捉弄过你，我们之前糊弄过你。以后龙总如果喜欢你，你也不要因为我们糊弄过你，你而对他有什么偏见了。